哇，这应该会上下天的。哇，这个饼哥，饼哥自己也懊恼，我也笑出来了。希望这个俊男不要去亏学长就好了。哇，这个有点离谱啊！所以求传出去之后，机关长自己也很懊恼，明天自己动吧。对，所以应该明天自己先亏自己一下。我在上半场来讲，其实两队打的都。